我最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别不吭一声就离开，这样我会不知所措。如果我真的犯了不可原谅的错，请直接告诉我，我还可以能够为你做什么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怎么能放弃？在好不容易费尽力气，我们才终于在一起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被经验放弃，早和你约定，不管哪里，不用怕，有我一直在陪你。